什么情况？马兰山这是被粉丝围剿了吗？3月22日，国民小鲜肉 TFBOYS 空降长沙录制《快乐大本营》，粉丝们立刻吹响集结号，早在21号晚上就来到广电门口，准备3小时的应援。妹子们，你们这是要攻占 T2 区吗？王天凯，王天宇，千玺，中考加油，姐姐支持你哦。望梦想在前，望地顶之巅，重开始吧。拿首付的是妹子，举灯牌的是妹子，会打气的还是妹子，为了见到三小只甚至还饿着肚子死守。妹子们，你们都是加了特技的吗？看着这么拼的妹子，小编好想给 T2 盒饭大叔打个电话求支援啊。从湘潭来的。湘潭来了多久了？在这里等啊，在这里等了昨天一天就来了，等了一天一夜。昨天早上6点多坐高铁过来从长沙这边，我从早上6点多就过来了，都有带吃的，但都没空吃，一直在发手扶搬东西。从长沙对，等了将近4个小时了。你饿不饿？哦，没吃早餐。近来雍正 boys 让小鲜肉们的青春修炼手册又火了一把，现场粉丝们也不甘示弱，也开始了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没事，我找个小芝们3月20号推出的新歌《宠爱》，粉丝们应该单曲循环很久了吧？我只想给你宠爱，还等到几个礼拜，尽情欢迎为你孤单。小鲜肉的粉丝们真是专业级别，不仅能弹能唱，还有各种贴心的应援设备。你们的心意，三小芝一定会看到。整个广电哦不，整个马栏山都要给你们点个赞啊！芒果捞新闻，妹子们可以去马栏山搜粉再战呀！报道。